好，这里是石家庄溧阳牲畜交易市场，今天是7月19号，早上又到了一车小马驹儿。看一下，乌泱乌泱的小马驹儿，这一次小马驹儿到的数量最多了。小马驹儿安全下车，一共是60多匹，漂亮的非常多，带白星的、花的、红的、黄的、黑的都有，太漂亮了，这一群小可爱们。溧阳牲畜交易市场的经纪人小陈啊，正在帮着客户挑马。好，又挑上一匹。挑5匹公的。我们陈经理帮着客户挑出来5匹小公马，好嘞，干马。哎呀，赶这5匹马用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这赶了一匹费老鼻子劲儿了。抓住抓住抓住吧，这俩人的身上全湿了，头上全都是汗。哎呀，终于把这一匹做记号了，你看脸上的汗，被这也湿了，全都是汗。这个老板，哎呀天哪，水起来一样，脸上这么红啊，终于把客户挑选的5匹马赶上车了，太不容易了。哎呀，这5匹小公马个头大，过个秤看有多少斤。过个秤，业务大厅算一下账。这5匹小马驹已经过完秤了，斤重是202斤。老板说这样的小马驹呢，回去要接着一肥，等长胖了之后换钱。这又抓了一匹小马驹，太上龙头了，过秤去。这就是一匹小骏马，快走！快走！刘哥，这小马还使着这个劲儿，是一匹小母马。哎呦，把自己给身上给摔倒了！哎呀，又来一脚！快走，快走！这仨人真想拽不动，这得200多斤，看200多少斤啊？有220斤啊，220斤的小木马，3000多块钱。今天早晨到的小马驹又有客户要了一车啊，这车一共是27匹，已经过完秤了，一会儿拉走。